天是2015年的4月15号，风和日丽的高雄。这边所看到眼睛是爱河之行，由陈嘉祥导游幸福台湾带领的陆客，然后来游览整个高雄的风景。这次体验不一样，是我们现在坐的船是高雄公共汽车管理处所提供的，叫水陆观光车，是在可以船，也可以当船，也可以在路上当汽车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全长有接近有17公里。